谢谢无双一世天下二少云剑云剑。请亲王带领风云记抢占鹃城，待我和黄昭交锋之时，亲王便可带人直奔王宇。我在帝京等你。此战之后天下可定，诸位可愿意助孤征服这天下？请遵大王号令。灵七，落英山遭遇劲敌，三万风云骑几乎折损过半，大王拼死保护我等突围，他们根本不是禁军，而是一群极其强大危害百姓的凶兵。大王要我传递出消息告知大东的后手，大王现在正与士兵共生死苦守落英山，情况不明，请速速发兵救援。